建局行政总监上个月就在网志中谷码头围道已经启动重建项目的业主，不应该认为维修是白白浪费金钱，甚至打算不再支付剩低的工程款额，应该尽回业主责任，积极维修日久失修的楼宇。他强调，业主绝对不可以抱住等待收购重建的态度，而漠视了楼宇维修的责任和公众安全。面对都市入面的隐形炸弹，重视自己后代入面的金钱甚于公众安全的无良业主，当局应不应该加强监管，检控违反修葺令人士，又或应该是放任自流呢？